刚刚2:51，接的高炮先开了。
三点。
时间我们大概20分以前就要在这里集合。我跟你说，我差点打不开。手机的吗？手机的吗？然后呢？然后就你在坐缆车的时候，你就要仔细观察切过去的路线。你要仔细先看过那里的坡度，你先。对对对，你要先看过，你才知道路在哪里，然后才不会紧张。你要看清楚，说是从哪里钻出去，还有就是说。但是太平的话呢，你会在那边要走路。还有就是你先看清楚切过去以后的那条路会变缓，所以就是直走也没关系的意思。那你要是没先看过的话，你一定不敢直走，所以你坐缆车的时候要仔细看。再试试看哦。现在是一只脚好了，一只脚还没好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等一下都会起滑好了。就是现在松松的，应该我们可以接在一起。这个东西不用加，不能动。可以啊，因为你要把它拆开的时候是可以的。它可以卡住，你看，它这个卡不住啊。哦。没有卡的声音是不是？不要不要！你再动一动那个刚一小时的那个东西，这个吗？对。看能不能摇一摇它什么的。掰开松开，掰开松开，再插下去。下不来，可以的，真的卡好了，真的，好啊，一起。
能再做了，这次就要切过去了。它要关了是不是？你时间来不及啊。哦。这时候我就是要等着带你看，等一下下切的路线，免得你慌张。但是没好会，你要跟他讲要切呀，不然你要赶快叫他。哦，好啊，上去的时候再弄。他还在穿鞋吧？我顶着。我知道它快入线。你要看清楚，我怕是松的，要直冲。我会在那个斜坡上，我在那边等你，然后我带着你直冲。好，不然的话累死。好，而且我觉得我在上面吹风在吹我，我有点头晕哎。就是说我有点，你额头会冰吗？不是身体上，是哦，又防心被风吹，然后又。有点方向乱了，然后越搞越有路，迷魂啊你！嗯，有一点，你赶快跟他说。嗯。在山顶等哦，应该来不及坐缆车了，在山顶等哦。他刚就是关了，所以他刚叫我们不要逼了，然后他问。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是不是狗多拉下来的，他才要让你做。哦。就是你狗多拉下来，你又没做到，他就啊，那个蚂蚁他让我们到。知道就这里嘛。没有，重点是这里哪一条是路线？左边吗？在这个柱子的左边直直冲，你看其他人直直冲能快得了多少？而且，你看这个人是直冲的。他走错路了，然后又是直直下去。我可以在这里刹车吗？用不着刹车，冲下来刹车吗？你直直冲在这边平的时候，你就会变得很慢，因为雪很松，所以它就像你刚刚要走老半天了、啊。走很陡。对，刚刚那里我从很上面开始直冲，我转弯地方之前我就没速度了，不知道我收到。山顶吧，我觉得他坐在车上应该听得到。怎么办？我刚刚在看，怎么拉不开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完全拉不开，锁死一样。嗯，现在先不要动它。太冰吗？应该也不是，应该有个某个原因吧。但是现在隔着手套也搞不清楚。我刚才把手套。你。跟着赖美华吧，他应该不会带错路吧？我顶多就是走很慢，还是下得去的，不要太窄就好。应该是，他应该还卡在山中间之类的吧？我等你的车没那么多台。吓死人！他鞋子不能绑，可怕。对啊，不过以这里来讲的话，就是要走回缆车站往下坐。你觉得我们搬家那天是要坐8点的车，还是8:55的车？都可以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本来是说要看风景，但是我觉得。晴天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白马连峰也看得差不多了，所以啊，盐业，因为盐业的滑道没有这里那么多，
然后原来的期待只有说山顶的一些红线画一画，嗯，那也就那几条而已，四条而已，嗯，诸如此类。所以营业是观光跟休息性质，嗯，不会觉得非常可惜。嗯，那营业雪票便宜应该也是这么一回事吧？你没怎么学到呀？就是它就是一个山。我忘记帮你看了，你也都是水耶。镜头吗？嗯。镜头吗？对。你的没有哎。你的都是哎。好了。为什么我的有，你的没有？搞不懂。看你们冲哪去。就是他们冲没有什么负担啊。不行就坐下算了。有这种感觉，脚踝很累。他脚踝应该也是不能动的吧？他们应该是累，也是一样啊。前面膝盖上面那两个骨肌哦。那刚滑的我完全脚没有酸，因为最上面一起头都是地，膝很薄。因为你看风，刚看风那么大，都被风吹走了、啊。对啊，赶快去找他，他应该在那里等吧。要是没有的话，不找了。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，好的哟，一起吧。这台不能坐了，所以现在就要切过去了。OK 啊。因为我们，好啊，你带路啦。我刚刚走线滑下去的时候，还都有退路，因为风太大，更滑不下去。滑不动，滑不动。从那边过来，从那边过来，从那边过来。好了，直冲了。
太缓了。没有那个线啊，那个线是山顶缆车往右走才能去吧？这个就只是连回来的红线的林间道啊。红线的林间道吗？这个是长亭下来的红线啊。这个是林间道啊，封闭啊。走这个吗？可以走的话可以走啊。等一下揪啊。因为那个。那好啊，就走林间道啊，因为那个太累了。很累吗？哎，那我们等一下走林间道回去好不好？你先刹住，刹住，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保留一点高度，因为我这里就已经过不到去了。那我们走林间道回去啊，中间尽量不要刹车哦。要拉我吗？不要不要，你的话随便你，你先去，我们后面跟上。那这样我们就不用走那个红线啦、啊，好啊。啊，缆车哦，下面，好啊，那走吧。缆车烧了。那看林间道封闭的话呢？哎，他们背了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不是登山用的那个吗？不知道。好啊，下去哦。How do we get back though? We've got to keep cutting left. 这跟跟我刚比算什么 ？No, no, we have to because if we don't cut left.晚工都下了，你怕那个？走吧，走吧，你走前面啦。这是跳跳路哦。这不是跳跳路了啦。这已经不会跳了啦，你自己滑滑看是不是不会跳了？不会跳了啊！
啊？对啊，林间道锁起来了，又要滑这里了。好啊，休息够了才滑，慢慢来吧。这所以这是红红土啊？对啊，是啊。但是已经没有上午那么湿了啦。对啊，比较硬了，现在温度比较低。休息一下，比早上好一点。没有早上那么酸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这样滑也热起来了。没那么酸，但是还是要花力气。累累的。奇怪，我拉链到底怎么了？好了。好了。好了。好。嘿呀、啊！你是？我是连跳跳跳都撑过去以后，突然就摔倒了。嗯。好累啊。对啊，剩下那一小段了，非常小段。
小身体往前挤，往前挤。你只要一觉得危险，速度快，头要往前顶，才救得了你。你刚呵呵的时候，头赶快往前顶，就好一点。因为他太跳了。对，他跳没关系，你只要身体在前面，就在你的掌控之下。哦，好累啊，还有，最后一段了。没有，你上午也是摔上面，下面就没事了。对，这一段不斜，这一段比上面缓，所以这段都没事，就慢慢滑就好啦。你要弯一弯才会吸收啊。对啊，你要怎么做成倒着的？我也搞不懂，我刚没看到。你做什么？就不知道啊。也不是摔啊，就只是停下来而已。你们还要滑吗？不要了，回去我觉得就休息啦。都已经三点半了哦，每次都是上面三点半就滑下去，就没有再滑啦。帝王快抽筋了。嗯，用太多那里的力气了。放松放松，抖一抖。好。一只脚就可以撑住你。我拉开一些些。啊？我里面快热死。嗯，一只脚就能撑住你。一只脚。一次一只脚，看到我拉到拉链吗？有啊，里面你拉开啦。我没有，我很热。拉开啦。好。放手，放手，一只脚救我。前面就好喽。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高度吓到我，现在是跳跳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样滑是不是很安全？你先看我滑就好了。慢下来再弯就好啦，然后他跳都没关系啊。手放前面的话，跳就不害怕了。手放前面的话就不怕跳了。怎么会不怕跳？你不要管他，你就完全不要看地上，你就随便他跳，全身放软就好了。手记得手放前面就好了。手放前面不怕跳。OK 吗？能体会出不怕跳的感觉吗？
就是像虾米一样，上半身往前倒一点就很安全，因为跳的那一瞬间，你会像 baby 一样缩起来。不要管跳了，手放前面就好了，顶回来就安全了。我这跳教他吸收跳跳，我刚刚也练习吸收跳跳，我觉得好像我比较能跳起来了。对啊，左边林间道接回中间汉堡王下去回旅馆啦、啊。那要去那个吗？啊？要走哪一个？就是还要滑吗？就回去了。看你们啊，都可以。不知道下半部会不会变湿？不会变湿的话，其实还好吧。不过我几乎应该累了。你等一下还要滑吗？我不要了，我回去，你们要滑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好，回去吧。要滑就好。去汉堡王回去了。哦，好酸哦！我刚刚这样走下来，然后走这边啊。对啊，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天第一趟滑的线。然后从中间切回去。好，那走吧。林间道哦。现在直冲吧，只能直冲了。直冲吧。
下。3:50，我们最后缆车也是4:00而已啊。其实每次3:30从3:00出发，差不多都这样的，都是最后一趟。直冲汉堡王，直冲。好，休息休息。休息啊，我想休息我的右脚啊。走吧。你要走了？
前后重心移动看看，稍微往前一点点的时，中间一点点的时候，它比较会动。先往下对准，就开始动了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吧？不小心的吧？我不要啊！而且我们这晚票也到四点而已啊，每天都一样时间收工啊，收工啦、啊。接什么？回哪里？要，因为你要维持重心平衡啊，然后才抬得起来啊。然后这个就是，我也要这样子，我才有办法啊。所以我就教你这招啊。有没有很久？这样就可以啦。然后刚刚那一招是转弯的时候用的，就是很陡的地方用这一招就比较好转。救命！我们自己都动不了了。我觉得我好不好停了？停了就停了。我可以借你一根棒棒。那个洞下去了，拉我，我快到了吧？我有速度了，拉得到你就拉。没有我要走了，要动了，要动了。直接滑下去吗？他要走那条路。
进来就误了。好，中层，中层很恐怖，明天不用穿了。踩一下，赶快放开。就是万一不小心踩一下，要赶快放开。